准备好吧？第一个选手，来吧。这都是拍着的吧？好尴尬。哎，女孩子，还是女孩子，来吧，女饶舌手。I'm MC 韩雪。好，了解，准备好了吗？哎呀妈呀，好尴尬。那你要不要先来一小段你平常唱的方式？我说完就立马要笑场。哦，看起来就是很有范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耶、yeah, ，好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好吧，请开始。Yeah, I'm MC 韩雪。Yo, yo, check it now, 七个葫芦娃来一套，一个一个上哟，一个一个上哟，不读组团一起上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不想跟他联络。我不想跟他联络。不会，为什么？要不要看一下人专业专业啊？专业，大家专业点，专业点。是什么鬼？妈呀！好的，看着我来唱一次。I'm MC 韩雪。好崩溃啊！刚那个叫声是怎么了？哎，好尴尬。我觉得 OK， 不要了 ，OK， 非常好。我非常的喜欢他。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风格，我喜欢那种有点嘻哈里面那种清新的感觉，青涩，什么初开是不是？情窦初开吗？那到底是干嘛的？就是你恋爱了。他说的是什么？意思是很 fresh， 很 fresh。哎，哎呀，好尴尬！这是我有史以来录的最尴尬的节目了，快把它剪掉。